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乔宇吗？我是。这里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，我们有个不幸的消息要通知您。你看今天报纸了吗？登山队在非洲好像出事故了，你跟汤晓联系过吗？小雨，你说话呀，小雨。我觉得那个报道是假的，是汤晓没事，他平时身手那么好，他怎么可能就在这儿就走？一切都是假的，肯定都是假的，他还活着，他肯定还要活着。小雨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过来找你。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，这是完全不可能。没事的，小雨，我现在就过来啊。等我。小雨。汤晓是一个特别好的小伙子，这也是段腾给美好的记忆。但是我们的人生总是得往前看呀。你要是最近心里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有什么坎过不去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在这陪着你。来，自己说好吧，放在心里。
这段得反攻啊，这样不行。我们都干两小时了，咋不行啊？应该可以了吧？不不不不，哎，大家听我说一下，大家先把手上的工作停一下。咱们现在眼下的这个工作呀，将来这个地方要铺上很多管道，包括排水啊。我这么说吧，这就是看不见的良心工程。现在这个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未来运河整体的生态安全，千万不能马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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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行，那我干吧。大成，哎，长河哥，跑这儿来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给我，给我。哎呦，这种活该是我们这种人干的，怎么能让你们这种干部干呢？你好好歇一下啊。不是你这马屁拍的不好啊！啊，我这当干部的不干，我站这看着。嗨，那大家心里不得骂死我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这行了。你快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啊？长河哥，啊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跟你告个别。你要干嘛去啊？ 我回村里了，想清楚了啊，想回去创业。创业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那不是上次我爸被人打了之后，落下了病根。哎，我准备回去好好照顾一下他。好好，哎，大成，哎，应该回去。是。哎，大成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竹安村啊，真的有创业的基础。你既然都回去了，在这方面。 爸，回来了。你说，陈哥，都在啊？大成回来了啊！这下好了，有你在，至少那些人不敢再找你麻烦了。他们来我也不怕他呀。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大成啊，你听他外边动静了？我听见了，我一进村就看见了，好热闹啊！哎，爸，这谁家又娶新媳妇了吧？ 选村主任，好事啊！可你知道今天参选人是谁吗？谁啊？佳音。石佳音。你就这么点人？啊！我。别吵了！别吵了！ 你就别挑理了，这要不是每人发包瓜子，这点人你都叫不来。这太冷清了。哎呀，只要你能当上这个村主任，管他来多少人呢？行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不成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当村主任。大成哥，哎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哥，我们也听了村里选举的事儿，佳音打了跪舔府，这笔账咱们还没算呢。现在居然想当村主任，我们肯定不能答应。那你们是怎么想的？说来说去呢，就一句话：只要大家选我当这个竹安村的村主任，我就保证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，好吧？ 开始吧，胡会计。现在开始投票。等一下。哎哎哎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知道啊，不会是来找事儿的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能动手啊，动手那是破坏选举。好，放心放心。大强，哎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啊。这个跪舔署的事情吧。 真的是有点过意不去，你要是心里还有气，等这个选举结束以后，我亲自摆一桌酒，向你和桂田叔赔罪。佳音呐、啊。
放心吧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你算账的。那就太好了，咱俩一定能成为兄弟。哎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这参加选举啊，选村主任啊。好巧啊，咱们俩一样。